因为之前有人还在机场拍到你有摆过一个 C 的 pose， 然后怎么摆啊？天啊！当时拍这个 C， 就这个动作是有什么含义吗？没有，其实当时是现场粉丝拱的，但是呢，就算是没有这个照片 C 什么，我觉得来到这里的姐姐会觉得我不想 C 位出道，我想边边出道吗？我觉得有想法是没有关系的，我觉得欲望说出来没有关系，自己努力就好。对，就是你有追求梦想的这个想法，你就有接受失败的能力，我们再去坚持下来的毅力，我觉得就 OK 了。结果自己只要能承受，我有这样的想法，我想 C 位出道，你想不想？我听到了，你怎么知道？